身上身穿外送员制服的男子竟然学机器人走路，他缓步滑行，像是在跳慢舞一般，一路上刻意放慢速度，行进、停止、前进、再停止，走了整整32秒钟，才走到中央分隔道。男子把马路当自家的舞场，大跳机械舞，让人看傻眼。影片破网，有人形容这是帝王行人，说是国中生画的帝王条款画面，在高雄真实上演。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，确认地点就在高雄市三民区澄清路与文乐街口的斑马线上。当时是15号上午10点多，男子疑似在外送途中，请朋友拍下在斑马线上大跳机械舞的模样。警方说，这行为已经违规。该时段并未接获民众报案。不过，行人若在交通频繁之道路或铁路平交道附近任意追逐嬉闹，足以影响交通者，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。这个路口马路宽广，行人的通行时间设定90秒。即使帝王条款规定汽机车得停让行人，甚至行人闯红灯时仍需停让，但男子为依道交条例规定迅速通过，甚至在上头嬉戏，恐怕还是会被开罚500元罚金。警方表示将进一步追查这名男子，并加以开罚。TVBS 新闻赵丽高雄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